大家好，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COVID-19 的疫苗已经入来咱台湾，有一挂民众因为烦恼，唔敢注意防射，大家唔免烦恼，全部疫苗拢有经过严格审查佮检验。目前，咱个国外买的疫苗品质拢有经过食品药物管理署佮医药品查验中心严格审查，安全性佮药效拢合格，才会予伊入来咱台湾。针对疫苗的制造、运送佮保存，同款要符合世界规定，所以疫苗品质无问题。这边入来咱台湾的疫苗，总共有做外观、酸碱度、甲毒性等七项检验，全部合格了，才会予民众使用。最后提醒大家，疫苗品质无问题，大家免烦恼。另外，平常时嘛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才会当守护你我的健康。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飆股特快车，我是文松，带你轻松赚大钱。今天啊，指数果然狂飆大涨，请问昨天是不是一大堆人恐吓各位哦，放空人大放厥词，哎呀，行情结束了哈，最近台股在杀，杀真的对不对？又狼来了，我再强调一遍哦，我的看法从头到尾没有因为一天的涨跌而改变。请问你告诉我，一个趋势一旦形成，它有那么容易改变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来，前几天大家惊到要死，今天台北股市怎么样？大涨200点，哎，早盘就是最低点，一路拉，一路拉，一路拉，对不对？来，注意看这，昨晚不是台很凶的，啊，好恐怖哦，空头来了，结果呢，今天又拉上来了，有没有？是不是又大涨了？我看法从头到尾没有改变哈。涨停板就是这么好赚，只要你敢，阿雄抓你妹！我老师真的可以吗？而且我再强调一遍哦，只有我敢。吴小米，我再强调一遍呢，我不是跟你讲这里耶，我不是跟你讲这里耶，我讲的是这里耶。我老师，你给我预告，来，这是昨天4月14号台股大跌，不好吗？怕什么？你应该感到高兴，你应该感到兴奋才对。这是昨天哦，没有大跌，何来的买点？你敢不敢买？今天都涨停板，五家店都有涨停板。哎，拜了喂，台北股市再创历史新高哦，又来了。我已经讲过了。所以台北股动不动就会喷出，你会不会喷出？只要方向对，只要有机会，都是好的买点哦。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有没有让你看到未来？我有没有让你看到未来？我为什么要每天叫你买股票？我可能我连你的心态我都知道啊。这种急回的 K 线，哎，这是我去年底跟你讲的，然后我昨天又重复跟你讲解释一遍。这种急回的 K 线会把很多人吓出场，有没有？啊，你出掉你了，你又开始后悔了，对不对？哎呀，奇迹啊，要喷出了！来，会把很多人吓出场，会让本来想要做多又不敢出手了。好啊，多头就是如此，只有信心坚定的人才够大赚。只要你看明松的节目啦，没有人没有信心的啦。侯老师，你快别变心啊！哦，我来这里的客山，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呐、啊！来，你没有信心，我给你信心，我给你信心呐、啊！来，我来看了，老师，只有你们在买吗？我告诉你，全市场最大的大咖都在买股票。来，我老师，你看这个一个喷笑哎，来，关谷，哦，没有人比他大了啊、哦，没有人比他伟大了啊、哦，没有人比他厉害了啊、哦，没有人钱比他多了啊、哦。斥资60亿护盘，哎呦，老师啊，他在护盘呢，
我再讲一遍哦，你哪何年何月你看过哦，政府护盘不是在崩盘的时候？你哪一天看到没？拜托，现在指数是历史最高点呢。老师，政府历史最高点在护盘，我跟你讲，这写的好听话，这是讲好听的啦，讲给你听的啦。难听一点，就是他在抢股票啦，喂喂，哎，连他都懂得要买股票，最大咖、最有实力的人都在买股票。请问你告诉我，难道你不应该买股票吗？那他为什么要买？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买？经济怎么样？啊，我去年有没有告诉你，今年经济？我过年前有没有告诉你，经济要今年要起飞，要火山爆发？哦，今年的经济会爆炸性喷出。如果你过去半年有看过我节目的，你一定印象深刻啊！哦，爆炸性喷出可能是我讲出来的，对不对？好，来，好，哦，这不是重点啦，来，哦啊，经济数据我不讲了哈，因为你都知道了，我们直接看最重要的啦。三月的 PMI 62.7破纪录哈，连五个月高速扩张。好，那未来半年呢？哎，现在是62.7，已经连续五个月高速扩张哦。未来半年是78.8，哎呦，惊死人啊！代表未来半年都很旺。这个很重要啊，代表未来这半年你都不用担心。我告诉你，今年你都不用担心啦，为什么？因为美国政府已经跟你讲了，今年绝对不会升息，对不对？还有，来，我已经讲过了哦，你觉得台北股市会怎么走？哦，我已经不解释了哦，反正你未来会一直看到，一直看到，一直看到。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说，动不动就会喷出？来，台北股市动不动就会喷出，总是会有休息的时候，总是会有让你上车的机会，你一定要买。666，昨天你有没有买？今天大涨200多点了，哦，然后股票就是涨停板。好，来，哦，哦，这你看到了哦，资金狂潮来的哈，哦，资金狂潮来哈，哦，资金大海啸来的哈，哦，不解释了哦。好，不会，我要解释哈，哦，老师你打刚龙在讲好不好？钱多到吓死人，利率低到虚惊一领。用卡头乌熊嘛，再一顶喷出嘛，对不对？这个我还要我解释吗？因为利率实在是太低了，钱根本没地方跑嘛。那请问你告诉我啊，钱不能放在银行，要放在哪里？烧有没有拿去烧掉吗？你一定是拿来投资嘛，对不对？只能投资买股票嘛，对不对？投资的管道很多，但是最直接，哦，不管你有多少钱，哦，你有10万你也可以买股票，你有1000亿你也可以买股票，对不对？哦，最直接就是买股票，所以股票一定会飙翻天，这你不用猜，连想都知道，对不对？所以我已经跟你强调过了，哦，被错杀的股票会先喷出，一定要敢买。哎，拜托，请问你告诉我，要敢买，错杀代表什么意思？台股大跌，没有人敢买股票，我跟你讲，会先喷出，要敢买。我，哦，爱买什么？难道我没有讲吗？我没有，同老师铜价会飙涨，铜价会飙涨。你每天跟我讲这个，哦，哎，今年为什么铜价会涨？跟电动车有关嘛，所以它是间接跟电动车有关，对不对？好，我们讲直接的好不好？哦，不止间接哦，哦，我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我不跟你讲我赚多少钱呐，啊？就今天没什么表现呐，啊。啊，老师啊，你有股票没什么表现啊，只有它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只要铜价会飙涨，跟它一定有关系，你不用紧张啦。我也不是跟你讲说我的股票全部都喷出啦，好不好？但是今年还有一个比电动车更旺的，叫做自行车，有没有？好，这些你都认识啦，对不对？啊，买这个没有暴利啦，啊，买什么才有暴利？买大家不知道的才有暴利啦。来，哦，坐电动车会不会赚钱？我不知道啦，坐电池的会先赚啦，有没有？好，哦，有没有？它的专利，我跟你讲的是做电池的专利哦。好，来，哦，提高充电效率，延长电池寿命，这才是重点嘛！啊，每个人都做电池啊！请问你告诉我，我在强调的是这个哦，好，哦，只有它有。好，来，哦，那请问你告诉我，发展电动车要不要电池？那电池需要什么？哦。好，我不管你几类的啦，只要你有轮胎啦，两轮的也好，三轮的也好，四轮的也好，五轮的也好，有没有？五轮的也好，有没有？哦，你六轮的也一样，哦，你电动巴士也一样，有没有？有没有？在海上跑的也一样，通通用得到，有没有？啊，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电动车，重点是铜价啦。为什么电动车用得到嘛？它跟电动车也有关系，为什么？间接的嘛，那直接就是这个了嘛。他就已经跟你讲了，他的东西可以应用在这么多范围，有没有？哦，老师，这个我难道我没有讲吗？难道我没有讲吗？有没有？哎，不是每天跟你讲我敦泰赚多少钱，老师今天敦泰又涨停板了，来，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今天敦泰是不是涨停板？好，我不要跟你讲说我现在可不可以买敦泰啦，哦，我实在是，哦，可以买，但是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啦。好，因为我在这里叫你买，这里叫你买，这样我已经买够多了，我现在不太想买敦泰，我赚太多了，对不对？哦，我不能每天跟你讲敦泰嘛，对不对？所以后面你来的，我有没有叫你买同概念的股票，龙科，有没有？哦，你洪老师，啊，可是 IC 设计还是很飙啊，我没有叫你买这个，我没有叫你买这个，我没叫你买这个啊，重点一下。好，来，为什么我挑便宜的？来，我先让你看，今天为什么 IC 设计会反弹，会开始飙？它打开了，它打开了，对不对？它是不是打开了？哎，我再强调一遍哦，我叫你买的是这个哦，我叫你买的是买这哦，买便宜的哦，不是叫你买这个哦。这个我，那它打开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IC 设计又要发动了啊！你不要买错了嘛，老师，我买四星。哦，是泰星，好不好？我再讲一遍，然后不要两遍不对哦，好不好？你看人家怎么标的啦。好啦，言归正传啦，来，为什么会标？哦，不止最便宜了 ，MCU 缺货缺到翻掉了，目前订单几乎都排到年底。哦，那如果你本来基本面就很好的，那没什么好研究嘛，锦上添花嘛。对，可是如果你基本面本来不是那么好的，哎，现在订单排到满了，你会发现哦，所有的跟 MCU 有关的业绩都会爆发，那谁的落差会比较大？想象空间会比较大，一定本来是不好的嘛，对不对？然后一定是最便宜的嘛，对不对？它后面的想象空间才会大嘛，对不对？好了，来来，所以重点回来了 ，IC 设计我依然看好，好，哦，我非常看好，但不是每一档都是叫你一路追上去，好不好？已经赚太多了，我也不想跟你讲。敦泰我们赚多少钱没什么意义啦，每天跟你讲敦泰，请问你赚得到吗？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哦，老师，我敦泰涨这么多，我要买什么？哦，电动车跟铜有关的股票，龙科，我有没有解释？我们讲过，哎，你不能大涨七成，你才问老师啊，敦的龙科会飙，我有没有预告？麻烦导播，不行啊，我也不解释了，来的，我叫你买什么？爆炸性喷出，底部起飙的股票，来。我就带你买龙科，我不要跟你讲太远，我就讲现在，哦，我买这個，打完底没人要，我要，我就买这支，我就带你买这支，哦，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买？电动车加5G，哦，老师跟之前的大盈伟，跟之前的军情好像，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同样的题材，哦，所以它叫做爆炸性喷出，底部起标，准备要喷出了，又打完底，准备要喷出了。欢迎到我要现场，啊，你一定会说什么？哎，老师，他都已经飙七成了，我也知道啊。不然我会叫你去买，我会叫你去买益生嘛，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你问老师，对，我就我都知，哎，我都有预告，对不对？我们叫你买龙华龙，同概念嘛，对不对？来，我让你看今天的好不好？今天涨停板，涨停锁死，有没有通通大赚？老师，那重点是你敢有讲？哎，请问你告诉我，请教一下。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铜业会狂飙？我之前有没有跟你介绍铜？为什么它会飙？未来十年缺口？我有没有跟你讲铜为什么会飙？会出现历史上的短缺？好好，现在你知道龙科已经狂飙七成了。好，请问我有没有告诉你讲华龙？哎，明白老师，今天涨停板每个人都有华龙了。邱西洋，请问你告诉我，我有没有预告？麻烦导播，必须啊。喷发的火山，哦，你没大赚的，你赶快买，哦，老师你买啥？好，哦，我买啥？老师买啥？哦，老师带你买啥？华龙是不是铜？是不是铜？好来，所以是铜是什么意思？代表跟电动车有关，它叫做喷发的火山，哦，看不出来吗？这款了，咱们喷发对不对？哦，有没有？是要喷发了？是不是要喷发了？
是不是要喷发了？华龙，你还没大赚的赶快买。欢迎再回到现场，请问你告诉我赚不赚得到？新会员不用帮旧会员抬轿，我会告诉你接下来什么股票会狂飙。你敦泰没大赚，龙科你没赚到，请问你告诉我，难道你不能买华龙吗？难道你不能买华龙吗？还有人跟我讲什么？老师，你又没有买在最低点，臭西洋啊！拜托给他现在开始转强，准备要喷出，我再买就好。我为什么要等？我为什么要买在最低点？对不对？啊，你搞咩这？上强的，上强的，上强的，无赚就无要紧，买华龙，买华龙。昨天台股大跌，就没有人敢买股票。老师，你跟我推荐，我真的不敢买，有没有？啊，请问你告诉我，会不会赚钱？会不会赚钱？哦，要喷就是要喷啦，有没有？我们管你买都拢总赚钱啦，好、哦、有没有？先喷给你看，台股暴跌200多点哦，被打下来，哎、欸，杀不踏下去，再拉上去，要喷就是要喷，有没有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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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涨停锁死，有没有通通大赚？我再强调一遍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老师赚钱真的好简单，一贴就多谈，只要你有来，你什么都不用想啦。哎呦，能够来掌声我就拍谁个被戏，对不对？拍谁啦？你有赚到钱哦，恭喜你，好不好？这样好不好？这样可不可以？啊，你再没赚怎么办？哎，龙老师涨停板了，来，拜托哎，我再强调一遍哦，你还没赚到钱，你一定要来哦。涨停新必喷，一定爱买，有啥你一定爱买。我在强调一遍，你根本不用去担心指数啦。很多人今天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哎，老师，指数又拉到创历史新高了，会不会震荡又开始变大了？有没有创新高就压回？啊，你们创新高了，哦，我你快开始在紧张，对不对？好、哦，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就算台股大跌，即便台股大跌，它照样要喷出。好，为什么要喷出？我待会跟你讲吧。涨停新必喷，一定爱买。我现在一定爱买。我没有预告，我有没有预告？涨停就是这么好赚呐、啊！哎、欸，你有来哪的？你说是不是？你有来哪的？是不是有够好赚的？赚不赚得到？你不要再说我没讲了，我已经讲过了，我已经强调过了，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赚到钱。请问你好不好？有没有所有的人赚到钱？也只有我敢这样讲啊！我来这里也客说，为什么大家要跟民众做？因为我们操作的股票不叫做空包单，叫做真大赚。哦，好，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台面上有一大堆空包单，只有我的讲的才是真的啦，对不对？好、哦，啊，你再没赚怎么办？紧来买啦，紧来买这啦，好不好？我再强调一遍哦，你再不买，我跟你讲，这后面真的会后悔哦，王老师，这已经这又涨停板了。我告诉你，这个还不算什么啦，这次如果没买，你真的会后悔啦。我再举一个例子啦，我昨天我叫你来买，逆势喷大黑马，不甩台股，全新底部的超级黑马，我就带你买这只哦。我说买就买啦，哦，你一定有感觉，我讲的股票，我会员都会有感觉啦。哦，我买小弟龙灾啦，我买小弟龙灾啦，信用科，我为什么买？我为什么底部？底部，底部有没有？你看到这根 K 棒，你一定不敢买，对不对？好，拍水，它刚好回撤底部，刚好回撤颈线。机会难得，台积电供应链，我们跟你讲底部，全新底部的超级黑马，为什么我要带你买信鸿科？全新底部，底部，底部，我买。信鸿科，我就是带你买信鸿科，测试要喷。就是要大赚，亮灯涨停板，请问好不好赚？老师，那家伙惨啊！大家叫个买，今天那边股票涨停板就是这么好赚。你搞个龙哥、华龙哦，嘛不用讲龙哥，龙哥赚太多了，哥他刚好那么闹也还对不对？没关系，我们来买华龙，照样喷，今天亮灯涨停板。我们买信鸿科，照样喷，今天亮灯涨停板。请问你告诉我好不好赚？赚不赚得到？千万个唔能够甲讲你无赚哦！我再强调，这真的不好意思啦。啊，我买的股票就是这么飙啦。有没有涨停板？
我讲的股票永远都是会员的股票，我讲的股票永远都是会员的股票，都是涨停板。啊，没赚怎么办？一定要快来，好不好？我要让所有人都大赚。你都还没赚到钱的，你今天一定要来。好，你也不用想太多了。我老师，指数创新高就一定会震荡吗？你想太多，指数是随时随地都会喷出。那涨多了，阿姨嘛，现在休困一下嘛，对不对？那休息就是你的好机会。昨天非常非常棒的机会。那如果你没昨天没跟上，没关系，今天一大早要赶快跟上啊，对不对？华龙也涨停板，信用科也涨停板，那你再没跟上怎么办？明天赶快跟上，涨停先必喷，即便台股大跌，它照样要喷出，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老师，创新高的指数会先休息，哦，你想太多，你就是买就对啊，你就是买就对啊，你也不用猜，蹲泰加安国为什么必喷？来，蹲泰我讲过，我不解释了啊，安国。我之前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请问二十几块的安国你敢买？你把酒开心在买，你买几百张在你哎呀，我不是在这里叫你买，我是在这里叫你买啦。吼，赚偌济赌偌济，吼，赚偌济赌偌济，迄不是重点，重点是啥？迄拢过去啊，对不对？后边要买啥？吼，蹲安国你看到了，好，蹲带更恐怖，我们吓死人，对不对？吼，我要讲的。利基加金星科原班人马一路喷到年后，利基160几块推荐，金星科160几块推荐，一个飙到快700块，一个飙到600多块，真的很不好意思哦，我今年没有再跟你推荐过利基跟金星科哦，年初好像有，去年底啦，不是年初对不对？我最后一次推荐利基是300多块啦，啊，飙到快700块，后面我都不推荐了啦，我推荐敦泰。我不管你买在哪啦，哦，你买在都中赚钱啦，哦，我就做什么摊沾烫，对不对？那，啊，你没赚怎么办？赶快来买这支股票，敦泰加安国原班人马一路喷好几个月，你不觉得跟他很像吗？不甩台股，他就是要喷利基加新金科原班人马一路喷到年后，有没有喷到年后？有没有喷到让你受不了？有没有喷到？全市场为之疯狂，来又来了，像不像？像不像？原班人马一路喷好几个月，你一定要买，这一次你一定要赚，你一定爱谈，一定要狠狠的再赚他一大票。你之前没赚没关系，赶紧来买这支股票，涨停新必喷，未来就是喷完了再喷，再喷，再喷，涨停金必喷。今天送给你，打电话，电话拨得通，他就是你的，把电话卡来，他就是你的，免费送给各位，打电话，进广告。SBN 财经台迈向新时代，888惊喜价，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牛年一路旺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鼎业投顾。Live 直播。来不及，来不及，上线，立即上线，上线。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
这是特地为你。啊，那个。别啦。放心，为了瓦斯安全，我已经换装了具备三大安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表。因为你准备的。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哦，在一起，在一起。换表真好，安全没烦恼。特快车，欢迎再回到现场。想要买标股的，想要大赚的，今天都可以打电话来，不限任何名额，不用担心指数，你就是买就对了。涨停系新必喷，即便台股大跌，它照样要喷。敦泰加安国，敦泰不要再讲敦泰了好不好？不要再讲安国了好不好？翁老师贪家嘴啊呢？好了，不要讲他们了，讲这个了。华龙赚不赚得到？信鸿科赚不赚得到？拍死隆冲涨停板，隆冲涨停板啊！今麦买咩啥？都是买这支啊，就是买这支了。涨停新币喷，敦泰加安国原班人马一路喷好几个月，你还没赚到的，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敦泰2021全新币喷，我高喷。喷完再喷再喷，现在买这支涨停新币喷原班人马，今天送给各位下一支准备要一路喷的股票，今天你电话开通，它就是你的，免费送给各位，电话只要拨得通，它就是你的，祝各位操作顺利，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